经过这几次的失败，人类现在使用网络都变得谨慎了。黑士兵增速越来越慢，接下来的行动怕是要困难很多了。大帝，都是我的疏忽，为了您称霸宇宙的大业，我保证这一次一定让神兽战队彻底消失。我知道你接下来一定不会让我失望。哼，放我死！今晚这里啊，有一场全息灯光盛宴，还有神秘嘉宾呢。神秘嘉宾，我的小蜜蜂们，大家好！谢谢你们来参加我的灯光盛典，爱你们呢！哇！嘎嘎，这是爱虫机先生，他是坏人。怎么了？大家举起手机，亮起灯，跟着我的节奏动起来！爱虫大人放心飞，小蜜蜂们永相随。哇！科学广场黑士兵数量剧增，立刻出发支援。哎呀，渣渣不是拉着生盆仔去科学广场了吗？他们有危险，我们赶紧出发吧。是。热情生活，襟怀天下，热心金甲武装。士兵好多呀，又不好伤到他们。我有办法。莎莎，金牌仔，抓住！来了，让人家等了好久啊！又是你，你这次又有什么阴谋？哪有什么阴谋啊，这是人家特意为你们准备的黑士兵表演呢。爱虫大人的表演真是太精彩了。爱虫大人放心飞，小蜜蜂们永相随。哎呀，赶紧带着黑士兵滚回去领赏，别在这里碍事。是。要看看你们有没有本事了。大家准备召唤神兽金刚。嗯，召唤神兽金刚。
释放所有的黑暗，神兽金刚合体。好险！太可恶了，竟然伤害无辜的人！啊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个爱虫不是真的，是蜜蜂组成的替身。真正的爱虫在哪里？王明，你怎么样了？没事。抓住机会，快进攻！我的毒刺有麻痹效果，别挣扎了，大家掩护王明。啊，又是假的！奇怪，我们刚刚明明打到他了。我知道了，他攻击时是真身，防守时用蜜蜂替身来抵挡。爱虫，他们可是你的同伴，你竟然随意牺牲这些蜜蜂的生命。可他们是自愿为我牺牲的呀，我又没逼他们，就好像他为你们牺牲一样。哼，你引诱蜜蜂为你送命，我与伙伴之间真情相待，这根本不同。太好了，麻痹效果消失了，困魔锁发射。太好了，交给我们吧。保护我吧，我的小蜜蜂们。想困住我没那么容易。王明，啊，糟了，被蜜蜂压制住了，一起摆脱他们。毫无意义的挣扎。尝尝我的激流毒刺。神兽战队栽在我的手里是你们的荣幸。啊！你住手！别想伤害神兽战队，除非从我的身上踏过去。还有我！哎呦，这不是迷恋我的小蜜蜂吗？这么快就变心了？你这个欺骗感情的家伙，连保护你的小蜜蜂都伤害，你这么心狠手辣，我才不会让你伤害真正爱我的人呢！他们爱我，为我牺牲，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反正爱我的小蜜蜂那么多，少几只不少。你这样不知道珍惜，没有人会珍惜爱你的。渣渣说得好，互相珍惜才是真爱。你那只有欺骗和索取的假爱，是无法战胜真情的力量的。对吧？大家没事吧？没事。爱虫技术不行，麻痹效果一般般。哇，现在可以说是全身畅快了。大家打起精神，不可大意。就只会说，你们哪有什么真情？永别夺魂！誓死保护伙伴，就是我们的真情。必杀！神兽金刚兽神功！渣渣，金盘仔，神兽警示，神兽警示！盲目追星，盲目追星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不看人品下决心，是非对错分不清，这可不好。
偶像假面被揭开，朝夕上飞很无奈。那怎么办呢？擦亮眼睛看清楚，提升自己最靠谱。好啊好啊，守护大家身手紧实。